咁呢一处咧，我哋一齐反省一下啊生命嘅根源，反省一下人同造物主、天主、人同大自然同埋人与人之间，因为一啲嘅缘故咧就破裂咗。啊，天主是爱，我哋啱算过咗圣诞节啊，天主系爱。咁我哋话咧，但系我哋好多时人咧太过自以为是，都唔识得爱惜自己，都唔识得关心其他人，更加唔懂得去关心呢个大自然，亦都因此咧唔明白，亦都冇爱到天主。我睇下周围嘅环境咧，譬如话一棵树啊，啊呢啲屋又烂咗啊，或者嗰边点样睇到有啲树啊，即系破坏咗，点解会咁样咧？好多时就我哋人咧啊，提醒我哋妄用咗天主俾我哋嘅才能，我哋唯有意无意之间咧，为咗满足自己啊嘅需要，伤害咗人，同埋破坏咗身边嘅事物。同埋大自然，主啊，我哋多次得罪咗你无限嘅美善，求你宽恕，并指引我哋，赐予我哋勇气同埋力量，努力重建与他人和大自然嘅关系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聆听你的声音。格林多前书，我若能说人间的语言。我什麼也不算，我若把所有的財產全施捨了，我若捨身投火被焚，但我若沒有愛，為我毫無益處。上主的話，感謝天主。我哋都希望啊，再默想翻啊，究竟我哋對愛點睇法？元祖父母亚当夏娃，他们因为违背了天主而被放逐出这个伊甸乐园。大家都是兄弟，哥哥皆因，因为杀害弟弟亚伯尔，最后他都要流离失所。原来人没有爱，人心就不善，罪恶就在我们眼前。对上主有爱，对近人有爱，就要有所行动，甚至要做出一些的牺牲，这个就是爱。眼前这个破落的旧屋提醒我们身边也有不少破碎的心灵和关系，需要我们以爱来去修补愈合，重新建造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姊妹中的一个所做的，就是对我所做的。主，求你使我们因着爱你而有勇气去改过，除去内心罪恶的污染，以爱恢复世界原来的美好，做一个忠心尽责的好管家。天主，是我助你和平的工具。慢慢去第三。